Shadow Fox. Xiaokonglong, 朋友们，九，一个蛋。多多看到他的朋友们，他们正在公园里玩。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多多说。他把手伸进了包里，他拿出一个圆圆的东西。是一个蛋。莎莎说。你在哪儿拿的蛋？多多耸了耸肩。我看到了一些蛋，我猜这些蛋没有人要。莎莎摇了摇头。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。你是在哪儿找到它的？多多耸了耸肩。我忘了。你今天都去哪儿了？莎莎问。很多地方。多多说。我们跟着多多的脚印走吧，乐乐说，这样就能找到有蛋的地方。图图走在前面，他一边走一边晃尾巴，他的尾巴撞到一块石头，咚，那块石头慢慢地滚向了多多。哦不！多多大喊道：“